20号台风泥沙。10月18日08时，中心位置在北纬18.5度，东经113.8度，中心气压955百帕，风速42米每秒，风力14级，中度台风也是强台风级别。参考位置，距离海南省三沙市西沙永兴岛东北方向约240公里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0公尺，7级风暴风半径220公里，10级风暴风半径70公里。台湾海峡、南海北部和中部偏北海域的风力可达8到10级，阵风9到11级。未来趋势，泥沙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。预测10月18日14时，中心位置在北纬18.1度，东经113.0度，海南岛东方海面400公里，中心气压955百帕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0公尺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0公尺，7级风暴风半径220公里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及东北季风在副热带高向东移动后，推送台风转向到西南方向，暴风外围环流已经触及海南岛，未来风力所有减弱，但也会直接笼罩整个海南岛。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，阵风15到16级。海南岛、广东雷州半岛南部将有大到暴雨，其中海南岛东部将有大暴雨，100到120毫米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